家不好意思，阿文在这边跟大家先抱歉一下，因为让大家现在有点混乱。让阿文讲一下心里面的话。我们台中第二选区所有37万的乡亲，今天是我们台中第二选区最光荣的一刻，也是台湾的民主历史进程上面最大的一个进步。感谢大家。今天在这么重要的民主的关键时刻，也让我们全国的民代有所警惕。在你选上的时候，你对乡亲的承诺，如果你当选了，你违背了；当乡亲提出质疑，你又罢赢的时候，陈柏惟就是会是一个最好的典范。阿文想要跟大家讲，从今天开始，阿文跟我们所有的罢免志工伙伴将回归百姓。谢谢大家。想要提醒下一个立委，请记住你对选民的承诺，不要忘记你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承诺。